男团 Lollipop 四人鲜少在荧光幕前合体，但六位成员在演艺圈依然相当活跃。近日威廉晒出和阿伟朝圣动力火车演唱会的照片，意外曝光团体无法合体的主因。只见威廉晒出和动力火车的合照，并在内文写下：“我问阿伟女儿浅浅，你想不想看看威廉叔叔和爸爸一起在舞台上唱歌跳舞啊？”殊不知浅浅却不犹豫的摇头，喊着我不要，让威廉无奈说：“看来要合体还有很长一段时间。”更爆笑表示，只要阿伟不要在家里大声唱歌，就会有机会，笑翻不少粉丝啊。然而隔天，威廉晒出团体的合照，解解粉丝的相思情。最近流行合体，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合体，只是没有唱歌而已。瞬间瞧歪喽。Bye.